你曾告诉过我，这世上不是只有情爱，人的立场、坚持、责任一样重要。我要走了，师尊。 林夕，睡了吗？神尊，你找林夕？他应该睡了。这么晚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神尊，那你先忙，我先睡了。 神尊，我不饿。你已经是上神了，吸收日月精华便能度日，自然不会感到饿。这个是琼石髓，是西海地宫琼石的精华，是固本培元。 巩固境界的良药，你刚刚升为上神，服用这个对你有好处。这个药很凉，慢慢喝。 神尊，在凡间，你都唤我九尘，那是凡间的林墨不懂规矩。
今日的你我之间还需要什么规矩吗？你要走了，去哪儿？桃林吗？神尊，我找到了我的娘亲，你知道吗？她在山林间，我自小便与她失散，没能在她身边陪伴过一天。往后的日子，我想多陪陪她。还会回来吗？我可以去看你。不必了，这段时日你也太辛苦了。好像自从你认识我，就没过上什么好日子，几次都是险死还生，耗损极大。如今一切都过去了，不如就静下心来，好好休养吧。我不辛苦。可是我累了。神尊，我是灵犀，但是我也是林墨呀，连历三劫，总是会觉得有些疲惫，时常会分不清自己是谁。我需要些时间去理清自己的想法。你看，逐日鸟从生到死一直都在追逐太阳，也不知道会不会累，会不会有一天想通了，想要停下来。你曾告诉过我，这世上不是只有情爱，人的立场、坚持、责任一样重要。过去的灵犀任性，没能够在爹身前尽孝，如今老天开恩，又给了我一个娘亲，所以神尊，神尊。